好舒服哦！我觉得在这个云水溪里面呢、啊，看到水这么绿，非常的梦幻呢。这个魔幻的颜色是每天都这样吗，陶伟哥？每天都是这样，因为这里环境没有受到污染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它很。而且我觉得这一条根本就是你们精心打造的嘛，这个宽度，然后两边刚好是沿岸石头，宽度刚刚好是我们可以来享受一下玩水的乐趣，可是又不至于说太害怕或者是会让人有压力，这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航道。是没错。对啊，那我要出发了吗？好，可以出发了。好，好，会很快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很大的水流，如果有水流的话会快一点。哦，非常非常快。耶，好舒服哦，水好舒服。大家会不会玩这个？就在那个溪面上、水面上就睡着？睡着了哈，好像对。现在有一种真的在水里面是超级舒服的，因为现在就是有一种教练应该常常就是去叫醒那个。叫醒正在玩水，就直接在岸边睡，不要流，不要流动，想要直接泡在水里睡觉。因为这样子很像那个摇篮的缓缓流动、慢慢摇啊摇的感觉，很舒服哎。但是在水里面的感觉更舒服。对啊。舒服的玩水方式哎，而且云水溪的两岸好漂亮哦，就是很原始自然的风景跟林木，然后看到森林，那今天天气又很棒，蓝天白云，就是大自然给我的一幅画。然后在这个水面上这样子，哇，慢慢慢慢的飘，真的没有任何的压力。我相信如果下过雨之后水比较湍急会是一种乐趣，可是今天这样子缓缓流动，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耶，教练。对对对。就是躺在上面的瞬间，你会觉得说疗愈，好像就是有人环抱着你，大自然环抱着我的感觉。我们这边也很特别，适合亲子的活动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不会爸爸带小爸爸妈妈带小孩下来玩。对对。